成为景业佳偶天成时，今天是个好日子，今晚是个美景良宵。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亲爱的各位来宾们，大家晚上好。来来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咱们先来一次全场一个不落的掌声祝福新郎新娘好不好？掌声响起来，掌声是情，掌声是意，掌声是送给我们新郎与新娘的深情厚意。那么翻开日历一看，今天是我们公元2019年的3月26日。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新郎和新娘来说，是他们一生中最最难忘的日子，因为也就在今天他们结婚了。他们走过了爱情道路上的相识、相知、相爱和相守，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所有嘉宾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朋友们、嘉宾们，再一次拿出我们200%的热情，可以吗？祝福一对新人佳偶天成。那么，在大家宝贵而又温暖的掌声中，首先在这里为大家隆重介绍来自我们南方的主婚人。今天出席的南方主婚人由我们新郎官的叔叔全权代表。朋友们、嘉宾们，把掌声送给新郎的叔叔，欢迎叔叔闪亮登场。有请林友忠先生。恭喜恭喜。好，那么在这个幸福的舞台上，作为我们南方主婚人，借此有请我们的叔叔跟现场的来宾来挥个手打个招呼。哎，大家晚上好，感谢你们的大驾光临。 OK， 那接下来这个幸福的时刻，马上要为大家介绍的不是别人，今天晚上我们新娘的父母双亲都亲临到了婚礼的现场。由于慈祥的父亲要陪同新娘入场，所以这个时刻就用大家宝贵热情的掌声欢迎新娘最最亲爱的妈妈闪亮登场。有请新娘的母亲潘淑珍女士。同样的，跟我们新娘的母亲道声恭喜，道声贺喜，妈妈今天好开心哈、啊！来，宝贝千金当新娘了，来，借此机会跟现场来宾来挥个手，朋友们，我们双手一起挥起来好吗？把祝福也送给我们双方的家长、双方的主婚人。OK， 那大家现在把你们温暖祝福的目光凝聚到我们幸福之门的位置。都说好花也要绿叶来衬托，如果说新郎和新娘今天是那朵娇艳的鲜花，那么我们的伴郎伴娘还有弟兄姐妹团就充当了非常非常强大的绿叶的角色。来吧，用我们热